大家注意，现有敌无人机一架由南至北向我部实施侦察，各单位迅速利用地形组织疏散隐蔽。通过此次行动，有效增强了官兵的敌情意识，培养了指挥员的战斗素养，为部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此次训练，我们采取训演结合、临机导调的方式，强化官兵练为战、练为保的思想认识，锤炼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，为下部遂行多样化勤务保障任务奠定坚实基础。